看迷你世界中的卡卡，他是人类小男孩，他的身体与手臂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妮妮，他的手臂和身体居然有一道缝隙没有连接在一起。其实妮妮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机器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妮妮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曾经的妮妮她是一个角色，并且她在角色列表中排行第三，她非常的美丽。并且在角色中还有三个女孩，她们分别是酋长夫人，她的手臂和身体连在了一起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特工罗拉也连在了一起，还有小淘气辛迪，她的手臂和身子也连接在了一起，唯独妮妮的手臂和身子没有连接在一起。这种情况在迷你世界中只有机器人会存在，比如说大无畏，他的手臂和身子就不连接在一起，并且还能随时随地的分开变成非常多小的机器人。哎呦我去，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，喜欢大无畏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冲云霄的手臂和身体也不连接在一起，他也是一个机器人，所以这就说明其实妮妮的手臂和身体没有连接在一起，这就说明他是一个机器人呀，你们知道了吗？